一大早是很好的打蛙的时间，抛了第二杆就中，nice！看来今天应该会有不错的钓货啊。拜。各位大家好，今天终于100条河系列重开，现在是早上，今天阴天了，但是马上要日出了。哦，说话小声一点，今天下船的这个位置是一个 neighborhood， 大家应该还在睡觉，现在是早上5点钟，然后。我下船这个地方超级的密水草啊，我先滑出去，滑到外面去。在这里我想稍微介绍一下，如果不知道这个100条河系列的朋友，就是说我在之前说过我想钓100条河流，但是我想更正一下我的说法，因为我之前有说好像说是魁北克的100条河流，但是我住的地方是魁北克、安大略省、还有纽约州、还有Vermont 四省交界的地方。那如果我只钓魁北克的话呢，很明显我只有一个方向可以去啊，所以今天很抱歉啊，我要更正一下，就把魁省这个字眼去掉。 OK， 所以呢今天这条河叫做 Raisin River 葡萄河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葡萄河，从来没钓过的一个钓场，然后看看能有什么样的钓果。OK， 大家祝我好运吧，开钓。哇，金草！哦，这一条健康的多，比起刚刚那条，那条好像受伤了。漂亮的一条 ，chatterbait。看着岸边，全部是荷花。但是青蛙的咬口并不多。等一下我再研究一下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小通道，在主河道旁边，继续看一下。
这里水很深，感觉是一个很好的钓 crappie 的地方。虽然我不怎么钓 crappie， 但是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钓 crappie。动。草线的边缘，我刚看见，我看见你了。再钓两条，然后我来解释一下这条河奇怪的钓况。我就说里面没有鱼，然后鱼都在草线边缘，然后我果断换成 chatterbait， 这条很不错，三磅，小三磅 ，nice， 去吧。Pike， 狗哥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幸好狗哥很给面子，没有切我线。我今天只带了两个 chatterbait， 如果全部掉光的话就没有了。这是一条葡萄河的狗哥，葡萄狗。哦，这个河的景色很漂亮，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加上今天天气的状况，导致今天的钓况有一点怪。这条河很漂亮，岸边的水草全部是荷叶草、后草甸。哦，非常漂亮，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条河很深，它岸边基本上岸边下来直接马上就两公尺了，基本没有什么缓冲的，直接岸边一下下来两公尺。哦，河中间是三四公尺这样子，整条河都非常的深，然后这种深水的情况呢，造成它岸边虽然很漂亮的荷叶，但是它那个荷叶下面非常的深。你要钓青蛙的话可以，你就要打到非常非常岸边哦，树直接塞到那个草缝里面才有机会咬口，然后中间出来一大段都是很深的水，像这样子这么深的，然后荷叶它鱼上来咬的意愿也不是特别强。它会更倾向于接下面的，就是说你需要是，如果你一定想钓这种中间这些草洞的话，我想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用 pitching， 重一点的铅打穿它，这样子，因为太深了，打穿它下去。但是无论你把青蛙塞到最岸边最边上，直接塞上岸那种，还是你用 pitching 打下去，都是很没有效率。 OK， 今天早上的时候有几口青蛙，然后就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，加上今天阴天，所以呢，我的策略是，我自己采取的钓法是，我 chatterbait 丢很厚的这种水草的边缘，就是
直接丢到这种很厚的草线的边缘，然后收回来。加上今天阴天啊，阴天的话啊，如果出很大的太阳这样照下来的话，可能鱼会全部都进 cover。但今天阴天，我个人觉得鱼是更倾向于在那个潮线的边缘活动，就有一点点光线这样子。是说今天啊，如果是大太阳天的话，有可能会在更深处。因为我现在昨天是晴天，我现在看到很多痕迹，都是别人钓青蛙的一些痕迹。那我想，我有理由相信，平时这里是一个很好的青蛙场，但是今天这个青蛙的咬口真的是一般般。那我们也不能够坐以待毙嘛，就换一个方法钓，一样是可以 pitch，OK， 一样可以 pitch 过去的，然后稀稀疏疏的水草，然后看看有没有鱼过来接这样子 ，OK， 这是我今天策略啊。哦，刚才目前来说还是 work， 还是成功的。哦，有鱼出来跟了，有鱼出来跟了。哇，落水咬！哇，落水咬 ！Chatterbait。哦，这条很大，这条很大，哦，这条大，这条大，哇！哇！啊！终于。这一条像点样啊？哇，十九寸整 ，Chatterbait 落水咬，哇，Nice，Yeah， 感谢你成就我今天钓友，准备好随时都可以走。啊，又是狗哥。狗哥就这样放好不好？除非是大狗，除非是米狗，不然我就让它自己下去。Pike. Oh.
这条 pike 应该是我的记录了。啊！啊！看这网弯了。哇！哇 ！Chase！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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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绝对是我今年的记录了，这条狗哥。啊！啊！太夸张了！啊，想不到在这里能够钓到这么大的一条狗，绝对是我今年的 Pike 的记录。哦，虽然我没有专门去钓 Pike， 在 Chatterbay 上面，好肥呀，漂亮的一条。呜、哦，嗯，三十五寸，三十五寸，冷静冷静，哇 ，crazy， 看这牙，呵呵，漂亮啊，啊，回去吧，这是多厚的草，哇，完全把我整个马达都缠住了，缠死了。好了，不掉了，回头，太离谱了，要起风了，真的要回头了。但是这条河真的很棒啊，很爽，钓得很过瘾。各位，乌龟晒太阳，千万不要打扰它。打扰它的话，就是打龟。住在这个河边的人，是不是每天都可以打蛙？每天早上5点走出来丢两下，这里一定有啊。可惜今天是阴天，然后我马上要收船了，这个时候才出太阳，就在这个放晴的时候结束了今天的100条河的探钓。哦，很开心啊，今天好久没有录100条河，感谢大家收看咯，我们下期见吧，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。